欢迎流量挑战捷径，所以要选择即期时间计时赛，然后选这关，然后选对手的这个最下面这个。我成功过很多次。我很多次都掉石，你们应该只知道我只提及。好，就在这里了，你们知道的。然后你们必须就从这里集中火力，加速跳过来。然后另外一个捷径就是从这里冲过来，然后一串就掉到水里了。等我们再去完成这个影片就完成了。好，挑战捷径就先到这儿吧。